我怎么感觉这个麦加多少有点那啥？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老酸奶，要是能拉稀，我叫你爸爸。你准备被你爸爸打到你屁股冒烟就可以了啊！拿过来，这个普信华家垃圾场，阿伟家垃圾场，垃圾那老长的。看差评，价钱比别人贵，一点都不拉丝，绿得很。买了，我买的是混合口味的，22.8倒数一盒，里面共30包。这是来自陕西叫 FW 若秋的粉丝艾特我的，说我不来他就一直艾他。我往下一翻，还有这么多粉丝都在艾特我，那师兄必须安排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先看配料表，里面有麦芽糖浆、白砂糖、全脂奶粉、炼乳、代可可脂，注意也是代可可脂，不必再过多强调了吧？剩下的就是食品添加剂、色素和香精。单看这配料，其实它跟酸奶根本没啥关系，别想着它能代替酸奶，保质期。12个月，产地山东临沂，价钱比别人贵。我随手查了下，同样的品牌，同样的混合口味，同样的30包，有人只卖15.8块，比我这便宜了7块啊！之前是谁说零食利润低的？一点都不拉稀。测过那么多的可拉稀的东西，我都总结出来经验了。唯有搓一搓，等它变了后，开拉就完事儿。我手都搓冒烟了，就给我拉这么一点，造孽！你得恨。哎，尝一下吧。吃起来粘牙有嚼劲，酸酸甜甜的，确实挺像酸奶味的。混合口味的也能吃出果香味，不算腻，但这玩意尝个新鲜就行。特别是小朋友不能多吃，综合评价。